凭着一点滑板魂在不同圈子混一混，有点混，有点混。All right, everybody, 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Egg Talk. 那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个非常特色，可以说特色特殊的嘉宾，他的名字就是 Ollie， 也算是我们现在国内最 OG 的 Godfather of Barbers， 林立 ，A.K.A. Ollie， 环球理发师，从业六年，走访12个国家及地区，学习交流理发店文化及服务。著名说唱歌手 Tupac 御用理发师 D.L. Master Barber 的亚洲弟子，首位获得伦敦 London School of Barbering 理发大师三阶证书的中国理发师，中国第一家美式理发店 Homie Barber Shop 创始人。我可以这样不要这么说。那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吗？人民理发师小林。人民理发师小明，这个有点谦虚。小林，OK， 这个有点谦虚。没有没有，一点都不谦虚，反正做的就是剪头发这件事嘛。对，你说的很 chill， 但是我其实今天进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就发现哦 shit， 有一点就是这个 OG Godfather 的感觉。Yeah， 不要 too much， 而且我们握手的时候，你完全有一个就是感觉很 OG California 握手的一个风格。哦，真的吗 ？Yeah，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这样子握手的时候 ，right，you're like this， 然后你是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动作是对，有个 snap，snap、okay, snap, yeah. no, 你我们在楼上的时候你就 snap 了 ，and I was like holy fuck。This guy's a godfather, yeah. 哦，真的吗？有点 ，yeah， 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对啊，对对。那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No, that's good. Good. Yeah, that's good. 我感觉这个是一个 West Coast style, right?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California West Coast style. But Ollie, yeah,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然后我们这边应该有一些就是新来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可能有些人知道你。但有些人可能也不知道你自己的一些背景故事，所以我们这边准备了10个快问快答的问题 ，OK， 就是很快速的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一些背景故事，还有最重要就是你吃东西这个口味是什么样的口味。Are you ready for this? Yeah. OK.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最喜欢的食物可能就是汉堡跟披萨吧。你最不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我觉得我最不喜欢吃的食物应该是不好吃的东西，因为我真的不忌口，然后很爱吃东西，然后又很爱煮。OK， 你这边最喜欢哪种蛋？炒蛋、半生、单面、煎蛋、蒸蛋，或者是生蛋？然后大家现在看这个 Egg Talk 的朋友们，你们在那个你们也留一下评论 ，All right。让我们知道一下 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个蛋。What about you？ 半熟的，对，单面蛋，对，单面蛋，那就是如果放到一个三明治里面，其实那个黄色的部分是 runny 的，对吗？对，但是就有一点好像 juice 一样，就这样，有点 juice， 对对对，就这样出来的。Okay. I like that， right？ 有哪一个食物是你不应该吃，但是特别想要吃的？我觉得自己其实很胖。Me too. Yeah, 但是it's all about meat, right? Oh, yeah. Yeah. 所以其实真的有很多肥肉是很好吃的。我做菜我特别喜欢加猪油，然后我做菜我一定会炸一些猪油在旁边，我什么东西都会加一点。但我即便觉得说好像猪油吃很多可能不是太好，但是猪油就是香啊。对。所以就可能是猪油吧，猪油，对，猪油，就你会买三层肉上面的那一层肥肉，然后炸了一些油，加那些红葱头嘛，下去炸油，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你做什么菜都会加一点。哇哦，你知道中国做法吗？就是我知道，经常都会这样。我其实挺喜欢吃那个猪油拌饭，猪油拌饭，哇，装猪油拌任何东西都还可以，对 ，so good barbecue，right， 你可以把它当成肉吃，其实就是。Oh shit， you're right.、Yeah. All right， 那最后一个跟食物有关的问题，三明治与汉堡的区别是什么？啊，这个我真的经历过，因为我以前觉得说，我以前觉得三明治就是三角形的，对吧？就是三角形这样是叫三明治。Yeah. 然后后来我知道了 Subway， 它是有可以这样子的。那我在 California 的时候，我去
去这些汉堡店，那我说我要一个 sandwich、嗯、或者说我要一个，哦，那我不是说要 sandwich， 我跟他说我要一个 chicken burger， 嗯，然后他说什么是 chicken burger？ 对，所以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 sandwich 就是加鸡肉的。哦，那 hamburger 它是跟牛肉是相关的，所以你可能在美国的这些餐厅里面，你说你要一个鸡肉汉堡，他们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嗯，那你要一个鸡肉的东西，他会说这个是 chicken sandwich。哦，所以是跟那个肉，就是中间里面。就是包的那个肉有关系的，对、okay? 所以可能鸡肉它就等于是 sandwich、okay. 然后 burger 就等于是牛肉。嗯 alright， 那我们这五个就是关于食物的问题问好了、嗯、然后现在我们也知道你大概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口味。对， so Egg Talk 的现场厨师他这边现在就会帮你准备一个就是非常 special 的一个汉堡。OK， 下面我们就给本期嘉宾 Ollie 制作一款汉堡，美国红车打芝士，大孔芝士。这个牛肉饼里面呢，我加了马苏里拉芝士。听 Ollie 经常说起他在美国学这个 barber 的时候啊，吃过各种汉堡。今天我要给他来一个 more cheese。Bring it here. Let's see.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is?、Yeah. What is this? 感觉是一个哇，这艺术品啊 ，right？ 这简直就是你就感觉我会觉得是一个蛋糕，但是怎么那么厉害啊？看高是挺高的，然后这边感觉是这应该是蛋 ，right？ 然后你喜欢的就是半生蛋，哇，刚刚好，所以上面是生的，但是下面感觉是有。不知道是猪油炸的，但是有点像一个云 ，right? It's like a cloud. 哦，我可以吃了吗？可以啊，我可以吃啊 ，Go Go， 可以吗 ？Go Go， 面包的质感也是很好哎、欸，就是、对，有很多汉堡，哦 ，Oh my gosh， 是有很多汉堡，真的是你拿下去，你会摸到那个面包，你就会觉得说不太想吃了。对对对。谢谢 XO， 吃一口 ，Oh my gosh！、哦、他们知道你喜欢吃的是肉，是所以给你加了两层肉，必须的 ，So yeah， 两个 burger， 对，两个 burger， 然后这个就是蛋，对吧？对，这那应该是那个蛋白 ，right？ 叫蛋白吗？哇，应该是蛋白，但是看起来像鱼。那我吃了，吃了 ，I'm waiting。Oh my gosh！ 哦、oh, ，他。Oh. 嗯 ，Oh my God！ 嗯，这个汉堡如果再加猪油就废了。它必须是有那个 burger 的味道在里面，牛肉的那个就真的新鲜的味道，对，很、yeah. 很纯正，对。然后还有我最喜欢的 Paco， 这个汉堡里面好像有四个不一样的芝士，嗯，有什么 cheddar、mozzarella、pepper jack， 四个对对对，哇、wow. yeah.。你需要就是百分之百把注意力放到这享受上面。对对对，真的。Yeah. All right，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五个问题， okay. 然后这些问题问了，其实大家就可以多了解一下你这边比较有趣的故事。All right， 那第六个问题，说出你剪过头发的明星的名字，或者故事也可以。其实有很多包括一些艺人什么，其实他可能也不太愿意去曝光什么的，但是运动明星的话其实我剪过蛮多的，但是我到后面的一些球星可能有一些名字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的就是马布里 Stephen Marbury 不是我的客人，但是他知道我，就好像我知道他一样、oh. 然后呢有很多球星来，他会通过我说，哎、欸、Ollie 哪里有你的学生吗？我可以，我要去让他帮，就是他要去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有没有你的学生可以帮他剪一下？就变成我变成是一个中介这样子。对，然后前面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帮江武 ，OK， 还帮李亚鹏 ，OK， 所以其实这些就是会比较对，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一个理，就是一个理发嘛，你帮别人服务好了。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愿意再回来找你，回到你的椅子上面去。对，还有哪些球员？CBA 的或者 NBA 的都可以。CBA 的球员就
可兰白克 OK 对可兰白克他也是我们其实他经常都到不同的城市去比赛然后也、嗯、我也帮他剪过然后我很多学生也帮他剪过、嗯、对我觉得这个气候这个 Barbershop 的这个气候事实上在 CBA 也是慢慢的就植入到他们的那个篮球生涯里面去了、嗯、因为在 Barbershop 文化还没有进入到中国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球员他真的像球员嗯就没有什么意思，他其他的他不像一个，他不像一个 star， yeah yeah yeah， why？ 他并不是说他打得不好，而是就是他没有去注意到自己的形象应该是怎么样会呈现得更好。Uh-huh. 但是我觉得一个 barber， 我觉得一个 barber 给到球员也好，给到一个客人也好，是他未来的样子，嗯、是他属于他的一个自信的一个象征。Uh-huh. 所以现在包括。我也有很多 CBA 的球员呢，他也会找我们买理发器、嗯、然后在他没有时间去到理发店的时候、拿理发器帮队里面的人修一修补一补其实在比赛前把这些 age 这些棱角这些修修补补在场上在展示的时候他除了一个漂亮的灌篮的话他除了一个漂亮的三分球漂亮的灌篮他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发型、漂亮的形象、自信的样子、所以他是会 plus 会加分的对 Well 其实我们下一个问题 That's why 你的名字叫 Ollie Ollie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你取了 Ollie 这个名字然后就是滑板在你生活当中或者一开始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OK OK所以每个人他都有一个托尼老师嘛、嗯、有一个托尼老师嘛、嗯、那这些老师为什么叫托尼呢他感觉好像就是说作为一个美发师他需要有一个英文名字所以我也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Ollie、嗯、但是这样解释显然是不对的、嗯、I got my own story、嗯、对其实我的名字叫林立然后英文名大家叫我阿力阿力那其实就是 Ollie、哦、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其实我是在可能我大概到今年为止玩滑板应该第十七八年的吧、嗯、然后我是在泉州应该算是我是第一个做成功 Ollie 这个动作的、哦、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可以过四例、嗯然后我真的就是带了一两百个小孩在玩滑板 就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多的媒体啊什么各种什么快手抖音、嗯、什么平台去看到很多的教学或者怎么样所以很多的动作很多的 trick 都是我们自己去研究出来的然后那个时候事实上就是我成功了一个什么动作或者比较厉害的谁成功了一个什么动作就很快大家就都会了、嗯、就是我很其实很向往很向往当时的那种练习滑板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没有很纯就是 pure 的一个感觉对吗就是所有人看到他成功的某个动作、嗯、每个人都要去学会、嗯、但是在创新上可能大家就不知道接下去是什么对对对那就要有 creator 在前面、嗯、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创造者在前面吧、嗯、但是再往后面的话可能就慢慢的我带的很多小孩他就玩得非常非常厉害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厉害的小孩继续在玩但是都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吧除了滑板这件事情以外我觉得到最后我会选择做 barber 跟滑板也是有关系的很多、嗯、我接受过一些采访他们说为什么你会做 barber、嗯、我会跟他说因为我以前玩滑板了他、嗯、说 what、yeah. 这个关系是什么 mean,、right? 对关系是什么事实上滑板带给我所有的生活方式、嗯、对吧音乐、嗯、穿着包括风格 style、yeah. 所有的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贯穿于你整个人生经历里面去的、嗯所以你会想要长得更好看你会想要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比如说当时像 Nike SB 它就会比较偏 hip hop 的风格、嗯、比较 street 的风格、yeah. 那像 Vans 狗镇啊 Vans 啊、yeah. 什么这种它就比较就哒哒哒哒就这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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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rock 或者 funk、punk yeah punk punk 这种、yeah. 所以我可能那个时候就会偏向一偏 hip hop 一点、嗯，那可能你跟篮球有关，跟黑人音乐有关，嗯、我就看到这样的发型、嗯，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就变成了理发师，因为我觉得我想剪这样的头发，但是别人没办法帮我剪这样的头发，嗯、所以我就去学了剪这样的头发，嗯、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关系的、嗯。那我们再回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看为什么你做 barber？ 因为我喜欢玩滑板了，
then it makes sense. right. 所以事实上就是 lifestyle. OK. 对 ，cool. 好，那说出你印象最深刻明星的发型。陈冠希。OK. 陈冠希他尝试过很多 的发型的种类，但是你要发现有一点，他其实他不烫发不染发。大部分的时间，他事实上是不烫发不染发的，而且他会把他的头发长得剪得，他的理发师我都认识的，就是他会把他的头发剪得很奇怪，但是他又很 fit 这个人，一方面他真的就是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真的什么发型他都能驾驭得住，就是他可能会因为他这样变成这样的一个发型之后，他会改变一下他的一些行为，让这个发型很搭配他整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我觉得陈冠希肯定是其中的一个。OK， 对 ，Anthony Davis， OK，Anthony Davis，All right， 我很喜欢他中间那一条， Davis, 我喜欢他那一条 part，Yeah，、okay. 对，那个 part， 他我前面有在一个节目中有聊到，就是那一条 part，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雕刻的一条线。而是直接就是 razor 那，它是 razor work， 但是事实上，它其实那个发型大家一看会觉得很时髦，很 creative， 但事实上很创意。但是事实上，这条刻开的这条线，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它的 side part 的部分，它的偏分的部分，所以它是有一个 gentleman 的心在这个东西上面，所以我会蛮喜欢这个的。对，你能给中年谢顶人师一点建议吗？哇，这个建议非常多，对，建议非常多，对。首先，你一定要去找 barbershop 帮你把侧面剃干净。你说侧面就是这边啊？对，侧面剃干净，因为你上面已经没有头发了，那你旁边如果再很多的话，是不是看起来上面就更少了？所以第一步 ，that makes sense， right？ Step one， 就是你把旁边切短一点，那上面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少。那如果再更少的话，就要切得更短，这是第二步。变成光头了。然后到第三步的话，其实有现在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用品，比如说现在有那种头发纤维，可以弄一层那种黑色的粉在头上，看起来让你 looks like you got hair， 但是它只是一次性的，你洗一次头发它可能就没有掉了。但是如果可以纹身啊，这是第二种，这个叫 pigmentation， 就是真的有这个，对，那个微色素可以就让你的眼睛去看头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哦，你是有头发，但细细一看，哎，怎么那么少？哎，里面怎么是黑色？所以这个其实是接下去跟 barbershop 可以融合的很好的一个新项目。对，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客人，而且这个 pigmentation 它可以微色素头皮加密这种，它可以填补，比如说你想有一个 box 的这种胡须的这种大胡须的形状，这是我梦想。但是呢，你这边少了一些头发。少了一些胡须，哎，你可以在这边把它给填起来，或者说你的鬓角你可以连到下面去，这一条可以去补齐。还有能补什么呢？比如说你种植头发，从后面拿头发种到前面，那后面就会一个洞一个洞，就很丑，所以后面也可以去填补起来。比如说你小时候一个人对18个人保护了你的女朋友，但是头上被砍了一刀，那你就可以把那个伤疤给补起来，对，你对7个也没关系，就是对，反正你被砍了一刀，对，他也可以去修补这个伤疤。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未来很多理发店都会去想要去植入的一个东西。那你说的这个 pigmentation 是要用一个像纹身枪吗？纹身枪一样的东西，但是它的那个色素不一样，它是要有很多安全标准啊，包括它的头皮融合度啊。因为纹身，据我所知，纹身是到皮下好像是0.7毫米，就事实上会很疼的。但是那种微色素植入到头皮表面一点的，是可能0.1这样子，所以就好像就抠一下的这种感觉在上面，但是又很自然，对。Wow, okay, 这个我可以自己来考虑一下， right? 对，你有没有什么跟比如说跟剪头发什么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吗？有 ，Ready?I'm ready. I'm ready. 我现在做的就是把你脸上这一点点的，这个叫 BB hair. Yeah, yeah. 就一点点毛把它给去掉。For sure, I hate BB hair. 你怎么看这个？就是中国人做辫子头这个事情。It's good or not? Good. It's good, right? 看起来反正风格都是一直在变化的。Yeah. 对，我不 judge 任何人。That's good.我靠 ！Look at that shit.
So fir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Damn. All right. 那这次节目要感谢 Egg Talk and Egg Soul 给我这一次一个机会来剪头发，也特别要感谢 Ollie the Barber。That's me. That's him right here. 来到我们今天现场，然后分享很多故事，同时也给我了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 hairstyle。我从来没有 plus top five， 还有他 top five 的建议。Yeah. So 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就结束了。下次见 ，All right, peace, see you guys。在 barber 的前身，他是做外科医生的，他是做手术的，所以我觉得那么多的工具，我会把这个摆在这边，也是时刻提醒自己，自己该干什么。我们不仅仅 more than a haircut， 我们不仅仅只是剪头发，我们像是一个做手术的过程一样，所有的 detail 都很重要。